去偷嗰啲螺丝去咗边度啦？做几多舒服啊？咩叫？嗰啲螺丝啊？来的时候给叶老板打电话，他一接在睡觉。到了，他在睡觉。那就说我约就没约好。就是啊，是啊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哎，不用了，谢谢，来来来，不用，是不是想请你？快点，来。我们现在的寒假打这个款的话，一般就是2块钱。